是啊，坐，嗯。 请坐。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参加行政院第三千四百四十次院会后的这个记者会。呃，今天跟我一起参加记者会的，在我左手边是经济部的杨次长，呃，右手边是交通部的曾次长。 呃，因为今天的院会院长的才是比较长啊，所以拖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在此跟各位致歉。今天我们院会的案子不多，只有三个报告事项啊。那第一个报告事项呢，是由经济部所提出的，是关于建构智慧管理的水资源政策，决定被准予备查。院长指出呢，去年到今年三月的降雨啊，是六十七年有记录以来同期的最低。气象局预估未来一季呢，雨量偏多的几率非常低。 许多县市地区的供水情势呢，也比预期更为严重，而且呢，今年的梅雨季啊，依照气象局的估计呢，应该用最坏状况的空梅啊为情境来应应，因此呢，政府针对抗旱的情势，应该要做最坏的打算。原来预计到五月以后才要实施的第三阶段限水，可能必须在四月份开始提早实施，以使现有的水量获得最长时间使用的机会。今天下午呢，院长也将亲自到。 旱灾，災中央灾害防变中心与各县市市长连线讨论此一问题，希望县市政府配合，共体时间，共同度过缺水的困境。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呢，也是政府通盘检讨未来水资源管理的必要时机，需要从不同的思维全面性重新思考。在供给面的方面，除了需要有落实集水区水土保持及水库清淤防淤，延长使用年限。 也应该积极推动生活污废水的再生水利用，而其中有关再生水的利用，会先把重点放在工业的使用上。其次，在用水需求方面，也应该以用水零成长为目标。不仅在民生用水的部分，需要加强管线简漏及更新，降低输配水的损失，更要将节水常态化。目前，经济部希望修正自来水法。 把未来台湾市面上销售的生活用水设备，一定要符合省水节水的标准才能销售，并将家庭目前不合乎省水节水标准的设备汰换。另外呢，有关水费全面调整，虽然在执行上有困难，但是呢，对于大用户实施不同水费，或者在旱季是否应常态化的开征不同的水费，都应检讨入法实施。至于在农业用水方面， 农粮生产应秉持“以水定农”这样的一个原则，根据实际的供水能力，兼顾粮食安全与适地适种的原则，在农业产业做一些精准的调整，并使用涨水工进一步强化落实。工业用水的方面呢，工业区水循环使用应该成为一个基本的政策，回收率也有拉高的空间，甚至许多地方非常耗水的工业。 目前几乎完全没有回收设施，因此需要中央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采行工业用水用高比例回收政策来落实。除了回收的再生水是基本要求外，还需要工业区水源和废污水的再生利用更紧密的结合，将这一套系统建立起来，希望使工业、民生及农业用水尽早突破。最后，在管理上，希望透过开放资料。 将用水情形公布，让社会大众一起监督不同部门的用水、耗水和节水的情况，让整个水资源使用及调度更有效率。尽管长期的努力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效果，短期部分在整个水资源系统方面，如何透过节水的方式拉长使用的时间，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希望透过中央和地方大家一起携手合作。报告事项二呢，是由。 交通部所提出的是关于桃园国际机场服务品质提升及设施改善推动情形，决定准予备查。院长指出，桃园机场一九七九年启用时，包括新加坡樟宜机场都到桃园机场，那个时候是第一航下来取经。三十年后，桃园机场面临重建或改建的选择。二千零七年之前，桃园机场旅客量都在两千万人次以下，但二千零七年之后，因为开放政策。 旅客量暴增，当时为了维持第一航厦的运作，采用改建的方式。之后第一航厦重新启用，院长在担任交通部长时，即勉励机场的同仁，在最短时间内，以提升 ACI，也就是国际机场协会机场服务品质计划，提升 ACI 的评比证明给大家看。院长指出，之前第一航厦重新启用时，ACI 已经进入前十名。 目前已是获得第一名的佳绩，机场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有两百三十二个公民营机构提供服务，对于机场三万多名的员工，让桃园机场重新找回骄傲，院长给予高度的肯定。院长也期勉在机场服务的同仁继续努力，并早日达成空间扩充的目标。抱歉，第一航厦如果打掉重建，需要花费千亿以上，但是呢，我们整建。 只花了二十九亿多，节省相当多的经费，相当值得骄傲。院长也表示呢，桃园机场最大的挑战是目前还不是真正的枢纽机场。枢纽机场呢是全天候，应该是使用量都很平均，但是桃园机场呢是终端机场，尖、离、峰差距非常大。早上尖峰是出境，下午是入境，整个机场的服务呢要满足尖峰时段是很大的难度。 那将来如何使歼离风更平均，充分发挥它的能量，是大家要努努力的目标。院长也指出，目前机场的旅客仍在持续成长中，因此各航下的整建工程、跑道的拓建工程以及第三航下的推动计划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希望都能尽速完成，甚至要超越前进、超越进度来完成。另外，桃园机场捷运的部分。 也希望在中央及桃园市政府的合作之下，能于今年年底通车。至于机场旅客需求量不断的成长，因此在许多方面面临制度的转换，例如安检人力的增加、保全人员来协助，那这些涉及到修法；又如旅客退税的问题，也应该要思考以更现代化及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来改善，让航空城落实真正的智慧化。希望中央及地方。 共同努力落实，让国人的骄傲从机场扩大到航空城。第三个报告事项呢，是由国立故宫博物院所提出，是关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的筹建计划进度，决定准予备查。院长指出，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划可以用千呼万唤来形容，初期虽遭遇履约的争议，还有工程延宕等困难，但是今年。 十二月二十八将开馆试营运，值得高兴。故宫南院的开放不只是博物馆，而是文化艺术的南部新亮点。相较于其他博物馆，故宫南院是一个新的旗舰。一旦开放，后方资源各就各位，重新出发。故宫南院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希望具备旗舰的功能，整合带动。请故宫内政部营建署及施工团队一起努力，请故宫持续控管进度。 务必一起达成年底开馆的目标。故宫南院开馆应该做好相关周边的配套措施，包括国际行销、交通运输、教育推广及地方政府的诉求。请张副院长整合跨部会力量，包括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财政部等相关机关主动协助，并善用整合的力量，把开馆工作做到顺利圆满。以上是今天的三个报告事项。我们现在就开放现场的问题。 各<有>位，想请教杨市长，就是呃，今天下午呃，想要召开的那个旱季的那个呃应变中心会议，对那个第三阶段的这个用水的这个规划要提前实施，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一些那个构想？那么请市长说明。还有就是说，旱季开征常态化的这个水费，目前经济部有没有什么呃具体的一些规划跟策略？ 那另外就是说，那个工业区水循环的回收率有再提升的这个空间。院长的指示这个部分，呃，目前是会再提高到多少的这个目标？然后对新的水源的开发计划，呃，尤其是水库比较大型的水库这个部分，呃，经济部有没有什么呃已经既有的计划，或者是未来你推动的这个计划跟构想？那想请教一下郑次长，有关那个就是说院长指示，希望说第三航道。 哎，第三航厦、啊、这些，还有那个第一跑道这些，呃，希望说有呃提前呃规划的一个一个这个空间哦、喔。那目前呃，今呃、哎、交通部有没有什么提前规划的这些准备？谢谢。好，是不是杨市长先麻烦您？是，呃，就刚才提问的几个问题简要的回答。呃，首先就下午的康康会议，呃，确实目前石门水库的供水区水情情况比原先预期的还来的更严峻啊、呃，所以。 啊，今天下午我们会提出，呃，要提早实实施三阶段限水的建议。那目前的方案，呃，因为呃提早实施，所以我们希望对我们的相关用水者的影响层面是比较小的方式开始实施。所以我们规划了不同的选择的方案，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公五停二、公四停二，2, 甚至到公二停二等等不同的选择。那我们的建议会是从比较。 小影响的这个城层次呢，开始来实施。那当然，今天下午在视讯会议的过程当中，院长也会跟相关的地方政府的首长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基本上会提早实施呃这个三阶段的限水。那第二个问题是，目前呃希望能够未来在呃枯水期或者是在我们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旱季的时候，有一些常态化的一个限水措施。那目前的规划方向基本上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民生的夜间减压供水，未来啊、呃，应该是在进入到枯水期以后，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供水的一个方法。另外，对于呃水价的部分啊、呃，也有提到，在旱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启动用旱季的水价的一个公式来以价制量等等的这些方法呢？都会在呃我们未来的计划里面。那农业的部分啊、呃，以水定农也是在。 呃，考虑到旱季的时候的一个水资源供应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措施呢，在院长今天早上听了简报之后，会要求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呃这个新水源的开发的部分，呃，确实目前有一些新水源的开发计划正在努力推动当中。比如来说，上个礼拜金监会已经同意通过了呃乌溪的鸟嘴潭人工湖的计划啊，那这个计划是要提供给彰化地区。 呃，地表水的一个计划，那这个是一个新水源的开发计划。那未来有一些新水源的开发计划还是在持续规划当中。那至于在回收水的部分，目前工业区的回收水的比率在百分之六十九点四啊，六十九点四。科学园区已经超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那我们提供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规划方向，是希望未来啊能够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就是一般的工业区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五。 那我们会跟相关的用水或者是工呃工业区的管理单位就这个部分来讨论。那至于自来水呃这个漏水率的部分，呃目前呃自来水系统有两大系统，台北自来水事业处的目前漏水率是百分之十六点四呃十六点七。那自来水公司所负责的台湾省地区，原来台湾省地区的部分是十八点零四，未来的十年之内，目前已经启动从民国一百零二年开始。 要投资七百九十六亿元的经费，把漏水率降低到台湾省的部分百分之十五以下。另外，台北市的部分由台北市政府另外自筹经费，要把漏水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目前这两个计划都在积极的推动当中，那我们也期待这些计划的执行呢，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这样子就会符合院长所提示的，在需求面的部分。 在供给面的部分呢，我们双管齐下，让未来面临到枯水危机的时候能够来克服。好，谢谢市长。刚好也有这个网友问到这个呃漏水率的问题啊，那市长也在这边也做了一个回答，是不是啊？反正曾市长关于交通的部分，呃，有关于第三行厦的部分，他已经奉行志愿，在今年的三月三月六号已经正式核定建设计划。按照这个核定内容的话，我们会在今年来展开。 系社标的评选，然后在明年的十呃今年的十月会完成系社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到明年的一百零五年的第四季可以实质动工，因为它本身第三航厦是在我们机场现有范围之内，它比较用地比较单纯，我们估计可以在明年的第三季一百零五第三季实质动工，在一百零九年年底。 来完成第三行厦。第三行厦这个案子，它本身可以提供额外的，就现有机场 T1 跟 T2 之外，额外的两千五百万人次的这个呃容量，就是进出量。那现在我们今年的看到的数字，在一百零三年全年，它的总共进出量是三千五百八十万。那这个数字。 我们如果相对应在民国九十七年，就是六年前，我们看到九十七年的全年进出量是两千一百九十三万人次，也就是说在这六年过程当中，我们桃园机场的服务成长进出量成长了百分之六十四，大约成长了一千四百万人次的一个进出量，所以它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认为。 这样的一个成长趋势会继续发展，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因此第三行下确实是有它的急迫性，所以我们估计在一百零九年完工，就是 T 三完工之后，还有一个后续计划在呃做准备，就是如果这个成长量继续像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发展的话。 将来会有一个叫卫星廊道，就是会拉到目前 T 三以外的部分，做一个卫星登机的一个廊道，那可以产生额外两千万人次的一个容量。那是在三年以后再考量是不是要继续实施。那这个对于将来桃园机场整个的一个服务能量提升，以及将来成长需求，可以大概有三十年的一个需求满足。 那至于说，呃，第三跑道的部分，它本身是属于呃一个新增项目，它需要有都需要变更跟用地取得，这个目前都在程序中，所以它会跟整个桃桃园航空城的蛋白区的呃对不起蛋黄区的作业哈合并考量。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桃园机场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所谓的拥挤的状况，呃，我们也规划了两件事情。 从一百零三年八月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做 T 二的一个空间改善，包括改动线、改里面的一些设施，还有改里面的隔间空间安排，让里面的安检的区域变大，然后通关的速度加快。呃，这一部分从去年的八月开始实施，我们持续会一直在今年的八月会进一步做实体扩建，就对 T two 的部分会用实体扩建的方式到。 一百零六年的十二月会完成 T2 实体扩建，增加楼地板面积两万平方公尺。那这一个扩建可以让 T2 的服务能量从现在的一千七百万、一千七百万年服务人人次的再提高九百万人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高量。所以对于短期之内的需求，应该也可以同时获得满足。 那另外有有一点是额外，就是短期之内也可以很快可以付诸实现的，就是呃，将来机捷在年底完成通车之后，它会有一个服务项目，我们叫做呃，City Check-in，就是预办登机。将来需要去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旅客，如果你是从台北出发，可以选择在 T，就是我们的呃火车站那个地方的，我们叫 A1 站哈、啊、，A1 站以及新庄站。 这两个站都可以做 check-in，所以可以做呃办登机、交行李的动作。因为这样的一个登机的动作拉到呃机场航厦以外来的话，也可以协助解决航厦里面的一些所谓服务空间的需求。那估计我们大概可以呃产生一百万个人次的一个年服务量的一个增加。所以对于呃机场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快速成长。 我们是有短、中、长程的这样整体规划。以上补充。嗯、好，谢谢曾市长。佩君，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杨市长，就是旱季水价的部分啊。诶，因为那个耗水费现在是针对大家用户嘛，那旱季水价以后对那个民生用户是不是也会包含在里面？那依据你们现在的公式的话，呃。 有没有预估，就是说旱季水价如果实施的话，可能会有那个对我们的水价会怎样的那个调整？然后我想请问那个曾次长，就是呃院长有指示，就是说那个机场的尖尖峰跟离峰出入境的那个落差很大，那他是说要以后要就是希望平均，那那个平均的话是说行，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构想可以怎样平均？然后还有刚提到那个第三行下的部分。 呃，我不太确定说第三行下是不是在那个蛋黄区里面。那现在就是反破千联盟，他们就是对那个蛋黄区，希望就是交通部要再办那个公听还有听证。那如果这些程序就是依法依法办下去，你们本来是说一百零九年完工嘛，那不知道就是呃这样子期程会不会会不会延档。谢谢。好、哦，呃，杨局长，<是>先麻烦您。呃，先就水价的部分说明。呃，目前的规划耗水费。 的这个方案呢是比较明确的，哦，换句话说，我们在呃短期之内，经过行政院啊这个确定之后，啊会送到立法院，先把耗水费的这个案子呢来呃、啊、请求这个立法院的支持跟通过我们这样的这个做法。那至于旱季水价，目前还在研议当中，因为这个部分呢是在呃上个会期的时候，立法委员特别提出来，其实配套的旱季水价也可以在旱水这个旱季的时候呢抑制我们的用水量。 那目前这个规规划方案呢，是包括所有的用水户啊、呃，在枯水季节的这个水价，应该要有比较高的一个呃这个水价的这个价格。那计算公式目前都还在研议当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如果采取旱季水价，我们跟耗水费所征收的大用户的这个部分呢，会有所区隔。换句话说，两边都会考虑到它的公平性跟它的这个呃正义性啊。好，谢谢。 啊、好，谢谢。那个就是我们讲第三行煞的这一个案子，它本身基地就在我们机场内部，就是属于机场用地。它现在就是已经实际上，所以它既不需要做都需要变更，也不需要做用地，它就属于目前我们机场公司交通部本身可使用的用地啊。那就要核定以后，我们按照程序来进行，所以也不会牵涉到蛋白蛋黄的问题，也不会有新增用地的问题。那至于第二点，就是说在。 呃，今天院长在他的指示里面特别提到关心，就是说我们服务的尖峰、尖离峰的服务强度要做适当的考量。这一个指示指的是说，目前桃园机场，我们政策目标是希望让这个桃园机场将来走向所谓的枢纽机场，就是属于区域性的枢纽机场。这个这个在专业上面讲的话，它是一个 hub，就是它是一个提供整个 国内外旅客可以在桃园机场进行转机，也当成它主要功能的一部分，可以在这里转机转运，所以它的量就变成是会相对比较摊平，就比较尖利风不会那么明显。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桃园机场目前营运的状况来讲的话，它仍然有比较强的尖利风。那比较强尖利风的话，我们的营运准备就不能单看总。 连人次进出的这样的一个运量来看，而是要看它的尖离峰的强度。要对尖离峰突然产生有拥挤状况的时候，能够适当的提供有品质的服务，它是提醒我们要做这样准备。那一旦我们的这个呃机场服务的效效能跟它的配套措施越来越完整，而且呃我们开放政策继续执行的话，继续实施的话，呃相信我们桃园机场。 将来会朝向变成一个区域性国际的枢纽机场的这样的功能来发展。那一旦发展到那个程度以后，它的监理方就越来越摊平，对于整个营运管理的方式跟运作的一些系统，就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我想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好，谢谢郑市长。是邓军。 桃园市长郑文灿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季节十二月通车，但是那个 A 十一上面在航空城的计划范围内，然后这到现在是有站无没有路啊，上面走捷运，下面是农田，这个奇特现象，不晓得中央啊交或交通部有要如何跟地地方协处应应、哦。好，是是的，呃，这一部分当然我们会就个案来做处理了哈、哦，那如果需要中方。 中中央就他的一些相关的都市计划，或者是配套的一些呃工程呃计划的呃协助的话，我们都会跟他就是进一步来磋商的。好，是张，安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交通部郑市长，就是呃第三航厦的部分，因为之前不知道目前的规划上。 有没有譬如说已经有一个方向？因为之前有立委特别提到说，呃，因为联航其实成长的比率还蛮大的。那希望说可能集中在第三行下，可能未来可以做一个规划。不知道说第三行下的未来的使用上有没有已经有一个方向？然后另外就是针对那个未来业务的部分，好像有提到说未来希望能够提供胶囊旅馆，那不知道这部分的规划大概是怎么样？呃，这一部分是不是容许我请那个我们机场公司的总经理？ 费总经理来做说明，可能更贴切一点，好不好？是不是麻烦一下费总经理？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那个我们将来未来的这个 T 三、T 二、T 一怎么规划啊？这个题目相当好，因为现在目前在全世界的趋势里面，我们因为机场的这个航下楼就是服务的就是航公司嘛。那航公司现在都有所谓的就联盟的概念，像新加坡，像那个谁，那个我们的华航，它是呃叫做这个 Sky Team。 那么长荣是叫做 Star Lines，那么国泰航公司叫做 One World，那么刚刚好我们桃园机场有一二三个航向，所将来的规划，照我们总顾问的也未来的方向，走国际趋势的话，就是应该把规划在每一个 a l l i a n c e 都可以使用一个柜，使用一个所谓的 Terminal。那这个好处在哪里？这个好处就是今后在每一个所谓的联盟的时候，在服务的时候呢，效能会提升。 旅客的行李的转机也好，贵宾室的使用也好，这个效能会相当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桃园机场将来未来也很重要一个强势。那么第二个，刚刚提到一个所谓的胶囊旅馆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 T2 的扩建的时候，就有可能在现在目前一直是我们政府一直在努力，就是替中国大陆有可能转机转运的这些机会点。 如果一转运来了以后，你也知道，转运来了以后，以目前的现在我们在中转的这个所谓的过境旅馆来讲的话，那个房间数太少。 所以将来就必须要走向所谓的胶囊旅馆。胶囊旅馆实际上也不是在台湾才有，其他在别的国家都已经有很多了。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分时段，好比说我休息是在三小时以内的怎么收费，三小时到八小时是怎么收费，八小时以上又怎么收费。所以很有很有很好的一个规划。所以胶囊旅馆将来的趋势，这是针对我们现在在目前将来的转运的这时候呢，会发挥很大的效益。以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谢。好，谢谢费总经理，安宁。 问一下杨次长哦、喔，就是院长刚才有提到说一个用水零成长的概念哦、喔，那不晓得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另外想问一下，这个旱季水价公示到底针对的对象是把这个工业、农业、民生都包括在内吗？那它跟这个就是耗水费？ 会不会有人会出现这个剥两次皮的状况？那你们这个旱季水价有可能什么时候上路？然后还有感觉好像今年夏天来的比较早，那到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是缺水，然后又缺电？然后想问一下发言人哦，刚刚在那个院会上，那个地方的县市首长有没有针对水情有有有发表什么看法？谢谢。我先简单回应，这个地方目前在今天院会里面并没有针对水情做任何的这个表示，谢谢。 知道，麻烦你。呃，是对于用水零成长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提出来的报告就是希望我们各个标的用水都要开始就它的用水循环、用水的总量去做管理。所以未来的用水零成长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民生用水，从我们透过输配水系统的简陋，透过我们的循环用水，让它的用水量不再增加。 但是呢，能够满足未来成长的需求。农业的部分也是一样，包括灌溉系统的这个整理，包括我们的农粮政策的一个调整，用水总量不增加，但是呢，效率提高以及配置得当。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今天报告的重点。未来委会要求各部会、各个用水单位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那至于旱季水价的部分，我刚才有简单报告。 它跟耗水费，它不会重复的来对大用户来征收。换句话说，旱季水价的规划，目前的大方向是所有的用水者在这段期间，他应该要付出比较高的用水成本，那也包括大用户在内。但是耗水费征收的比较早，所以在旱这个旱季水价的提出来的时候呢，会把原来已经征收耗水费的这个计算的方式，把它纳入考量，原则上不会重复征收。 好，谢谢。对不起，我刚刚忘记了，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事啊，有提到这个水价的这个合理化的这个部分啊。呃，认为今天的报告里面好像没有明显的去讲到这个水费的这个合理化。但是从刚刚杨市长很多回答里面，你可以听来，那个水费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考量。谢谢。啊，对不起，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回答，就是缺水跟缺电会不会重复发生？呃，以目前来看，缺水现象已经发生，所以我目前啊、呃、要能够让缺水的现象能够获得控制。 延长我们的供水时间，当然现在的所有的节约用水的措施必须要采行。那刚刚网友也特别提到，有哪一些是政府机关、公务机关可以来马上做的？那今天下午的会议里面，我们已经提出来，要求已经在执行四审计划的各公务机关，原来的节水成效已经达超过百分之十的这样的一些机关，这个成绩呢，我们希望更往前提升，所以会要求所有的公务机关。 要马上盘点现有的用水器材，是不是已经用用这个这个呃节水的器材？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马上要换装。那这个部分，院长他在呃这两天听了我们报告以后，他也同意要求各单位自筹经费立刻办理。那至于缺电的部分呢，我想这个部分大家也非常的关心。那现在也是一个用电最呃这个量正大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必须要大家能够节制自己的用电。那家户的用电。 能够怎么样子节省？我想这个可以跟台电公司的网站来看。那我们是期待说，水跟电在今年的这个状况之下，都必须要做好每一个家户、每一个用水者、用电者都能够厉行节约的用这个做法呢，才能够让我们在今年这个状况能够度过啊这个呃缺水、缺电这个危机。好，谢谢市长。 还有网友问到这个呃故宫的这个部分，第一个故宫是不是这个绿建筑啊？是的，故宫是钻石级的绿建筑，也是黄金级的智慧建筑。那也有网友问到这个故宫能不能开放这个大型的这个展览？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接受大型的这个展览啊。那另外呢，就是。 明明是故宫，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西洋啊？那事实上，整个建筑的理念呢，是建筑在中国的这个书法上面了、啊。那所以它其实是很东方的，那有一个西方的这个外表啊。那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到这个它的这个简介的影片的话，跟书法融合在一起，我想那个意象就会非常的清楚啊。呃、欸，这不是我讲的，我没那个水准，是故宫在上面回答的。 那个呃，顺便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想请教一下那个曾市长，有网友问到，就是说现在桃园机场其实表现非常好，那国内其他的机场，我们有没有对这个呃服务品质有什么样提升的这个计划或者打算？对，我想桃园机场本身表现的这一些状态哈，已经获得国际专业机构的评鉴排名的提升这样的一个成绩哈，对于所有桃园机场的工作同仁来讲是最大的肯定跟鼓励了。 但是我想，我们绝对不会以这样而自满哈，就是呃，任何一个服务业大概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了。大家要继续努力。至于其他机场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做经验的交流，做经验的互相学习，然后让其他机场在各个服务项目里面能够向台湾机场来看看齐。好，谢谢市长。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好，最后一个，对不起。 那请教一下发言人哈，就关于昨天那个那个踹供的一个问题。<是>对，那关于那个看统计流量说，其实最高同时在线人数大概只有九百多人，那平均观看只有五分多钟。<是>那请问，就是行政院这边自评那个昨天这个成果是怎么样的？那还有下一波，因为自从蒋敏煌部长跟夏立媛的主委之后，下一波的一个安排踹供的隔员有没有安排这样子？那好像您在昨天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有。 或者说爆粗口嘛？那对，请问一下是，是到底是是故意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嗯、那还有一个关于三一八晚立院昨天三一八晚会，那行政这边，<是>因为他们人数其实最多，根据警方的统计，大概一千人左右。那行政这边有没有什么对人数的看法？还有关于他们在三月二十一号说还要再回去立院这样开讲，有没有什么回应？ 好，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啊。我想第一个我先讲这个爆出口的啊，对我讲了一个靠啊，但是我不是被激怒或者怎么样，我就讲一个靠，只是我觉得很闷，所以我是故意讲的。那如果造成任何人觉得心里不舒服，那我以后会改进啊。那我想我不是被激怒啊。那第二个你提到一些数字啊，确实啊，昨天到七点到八点之间呢，同时在线的人数最高是九百二十三啊。那一个小时之内啊，一个小时之内啊，进出的观看人次呢是九千多。 哦，这个是九千多，那串流的这个数呢是两百八十集，那平均观看的时间是五分三十三秒啊、哦。那这个是 YouTube 平台的这个部分。那同时呢，有砍入砍砍入在直播的、哦、还有央广、中央社、苹果，还有雅虎。那那边的那个资料我们没有它的统计资料，所以没有办法跟各位报告。那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从昨天直播结束以后，直直播结束以后。 呃，到今天早上十点四十五分呢、啊，又上 YouTube 平台去看的这个次数啊，也是九千三百多，九千三百多。所以以一个政府单位这样的一个很闷的一个节目，可以做到这样子啊，那我们对自己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当然。 还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啊。那以昨天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坦白讲，这个题目它不是一个那么有趣的题目，就可以做到这样。我们觉得说，感谢我同仁在这边做的这个努力啊。好，那昨天在立法院那边现场，我想那个活动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没有什么评论谢谢。哎。呃，有，我们现在有几个题目在安排啊，但是确定的这个时间呢、啊？ 呃，还没有确定。那我们我们希望，坦白讲，这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够啊。从上一次那个踹供到现在，中间拉的时间有一点长。我们希望将来这个那个踹供的频率可以提高一点，在这方面呢，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好，今天就到这边，感谢。